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4.8 卡池紧急调整，草系调香师空降，混池最新消息，鍾离无缘入池，原神 4.8-5.1 卡池公佈，草夜蘭调香师来了，鍾离复刻时间曝光，火神登场。众所周知，原神封丹 4.7 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有关于 4.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官方也已经公布。除了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西格文的登场外，水神弗宁娜也将在 4.7 下半卡池迎来首次复刻。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除了 4.7 卡池的相关消息外，后续 4.8-5.1 卡池的相关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首先就是 4.8 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安排。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4.8 卡池会有一位新五星角色登场，定位是草后台，是草夜蘭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主打燃烧复刻角色的话，则是之前舅舅们提到的尼禄、莱欧斯利、申赫这三位。而在后续的 5.0 纳塔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目前来看， 5.0 纳塔上半复刻的角色是纳维亚、钟离，下半卡池登场的角色是之前足迹中的白毛小萝莉尹安山，还有一位据说是神秘的角色，目前并没有公布。这么看的话，钟离不入混池，纳维亚也到了复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可信度的。至于 5.1 卡池登场的角色，上半据说是纳维莱特、闲云，下半卡池是希巴拉克、火神，也是目前舅舅们说法最多的版本。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众所周知，原神封丹 4.7 卡池越来越近，除了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西格文的登场外，水神弗宁娜、艾尔海森也即将迎来复刻，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4月8日及后续卡池的消息，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一起来看看吧。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 4.8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终于来了。和之前爆料不一样的是，除了新五星角色调香师艾美丽埃空降外，三位复刻角色也被舅舅们爆了出来。就目前的最新消息来看， 4.8 卡池复刻的角色大概率是尼禄、莱欧斯利、申赫这三位，至于纳维亚、闲云起码要等到 5.0 才会复刻了。而在后续的 4.8 版本是否开启混池，目前看来也并没有确定。不过说起来， 4.8 版本开混池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第二期混池的角色，按照角色 up 的次数来看的话，把第一期混池的几位角色排除，第二期混池角色的安排基本上可以确定有甘雨、七七、克勤、胡桃、叶兰、达达利亚这几位。钟离应该和温迪一样依旧不入池。总的来说， 4.8 版本中除了新五星角色调香师的登场以及复刻角色的安排有一定的可信度，其他的消息都没有确定，毕竟版本跨度大，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拜拜。